音乐谱中能不能漏去休止符呢？诗篇中能不能漏去细拉呢？如果不能的话，人生也不能漏去安静。世上没有一件东西能像安静那样摸着我们的心，只有在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才能得到平静安稳，得力的来源，才能听见神微笑的声音。在轴上旋转的最快的车轮，它的中心有一个地方是毫无动静的。照样，在我们最忙碌的生活，我们的灵里仍然能够很安静地与神单独亲近的。哈该书说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畏。